您再检查检查。不放心吧，咱们厂家都是保修的。嗯，一到晚上翻身的时候就吱吱响。翻身就响。嗯。那应该是哪个地方螺丝松动了？嗯，有可能。我看一看，看哪个松动。不响啊？不可能！我来。你俩干啥呢？我说我们俩想要床想一下，你能明白吗？你当我傻呀？媳妇儿，你看电视剧呢？我回去说点事。等会儿你下礼拜吧。我哎呦我的妈。秦总，没事说吧。刚才财经报道称中国富豪榜的排名有了变动。什么？马云超过了王健林，成为了中国首富。快去看看我的排名有没有受到影响。已经查过了，您的排名没有变，还是在13亿多名。那我就放心了。